就是没有顶的，就是两个月就是两颗绒蛇拉的那个大蛇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那么这个那个教室里面呢没有扣着椅子，哎，那么都在地上，所以所以你说观世音菩萨不肯下来，是不肯下来，他们这个现象看起来很苦很苦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说观世音菩萨跟谁？观世音菩萨不肯下来，你你卢太太不是说观世音菩萨不肯下到地狱来吗？他很慈悲的啊，也确实很这个地方太甜太苦了，看起来、啊、这个这个小鬼啊，比我们上海解放之前的小逃小百姓。好鬼就是马路上要饭的、啊、要饭的人还要苦，我们就是小百姓还要苦，就是小百姓还有不打不定的衣服穿、他们一身衣服都没有，因为他已经是罪人了，他们已经拉到地狱里去了、对，他们的老师在讲课讲